这个喝的也不少啊，这个肉特别肥，这地方全是粘液，是不是这个水都流走了？看见这样，肠炎，等着它出来就行。这个直接是比较傻，撒了这么点盐就出来了，这么重要的时候你看，看见这个是，用力的把这个粘掉，其实它这个都是特别傻，要是逃跑的话你根本就追不上它。这样的海蜇皮都是风大给吹碎的，如果没有风的话都能剪一个完整的，有风只能剪成这样一块一块，这样的都一坏，要是坏了的话都发黏了，这样不能吃呢。这个海龟都晒起皮了，这个还是活的，还能动还行。晚上风要是大的话，白天到海边都能捡到这样的海龟，全是被那个风吹出来的。这样的海龟放在水里都能干了，冰柜一个多放在那挺大的，就有毛管的装着嘴。这个毛可自己蹦出来了，这也是活的，它怎么蹦出来的？难道用蛇的腿弹出来的？这边好几条这个小沙洞，游的速度太快了，这个是下面这个大蛇，这个鱼有一个绳子，你要是摁不住它直接就跑了。哎呀，摁出来了，这边有四五条，这抓了一条跑了好几条呢，这都跑了，一转眼都看不见了。这个大的鱼差点让我一脚给踩着，它居然还活着，这个鱼见到活着的真的特别少，出水几秒钟它就不活了，这样的鱼也不是它，它体验不了，天上有沙，沙的颜色一模一样，这个绳子刚刚还往外吐水，它要是不吐水的话，这个洞都看不见，就这么一吐水的话，把这个洞给吐开了，看见了，这绳子洞里面都有水的，它要是没有水的话，你撒上盐都会感觉不到。今天这边挖绳子的人特别多，这些人全是在挖绳子。这边还有一个小的挖的井，是不是应该救上一下？这边太小了，挖到这个地方，这退潮以后根本就没水，水母都会游泳了。这风大的话，直接给它都吹碎了。这东西特别透明，这个连海蜇老也买了，省得青龙米了。就这个颜色还能吃啊？这样都没坏，直接给吹碎了。昨天分解了，这个颜色像活着，那游就游。身上这个爪子都已经烂了，掉了应该是。就这个地方就是啊，看见的时候没有水分，应该还是活的。这个海蜇脑还是里面的，没有水的话，太阳一晒它就化了。这个沙包还在动，就没那个猫眼螺在里面还在卧沙。这样的猫眼螺来不及洗啊，你一洗的话就缩回去，后面全是它吐出来的，都得粘液。你洗的时候全是粘液，像那个鼻涕一样。这两个手是双手上。一铁锹就给它撅出，这边好多这种白蛤蜊，这种白蛤蜊都没人要，这边白蛤蜊也挺肥的，现在这个不刺，有的那个水坑也比较多，这边都一片一片，这样的也都是，这个长多少？地方好几个出气孔，我看这都是，这样的洞里面都有这些，这用手抓比较方便，用跑的话跑比较慢，跟那个竹节绳一样。洞都是打好的，这家伙做的比较浅，但是不给他撒羽毛，是不是？天热，羽毛裹过一半的话就破洞，太阳给他晒着他都没力气。他也知道自己头热，从里边来上，要不太热，这个热的都疯狂起来了。这嘴巴都脏了，就这样了，身上里面都是沙子，回家还给他养一会儿，吐一口沙子。天热了，他把这个嘴张得老大。然后眼睛都被这个水灌了，眼睛达到它的要求了，眼睛有点暗，眼睛出不来，在水里面的生得好。